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2月9号，星期六，农历是10月22。下面就开始啊，继续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你好。你稍稍等一下。口吃啊你啊。口吃啊你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点紧张。我师傅看一下，1953年属蛇的男的，他是弟子，已经吃全素了。他儿子梦到他肝脏会长东西，师傅能不能看一下他的身体啊？53年属蛇的男的，肝会出毛病的。哦，肝真的会出毛病、啊。对对对。哦，是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有啊。哦。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哦，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孩子。要多少张小房子啊？看上去像15、16岁吧。哦，15、16岁。哦，说不定有可能是打胎的孩子。赶快看看念经啊，大概要至少56章啊。哦，好的好的，师傅，他的脾气就是他会想不通，然后自己放在心底，是他是不是还是有忧郁症这种感觉啊？忧郁症，被这个灵性控制了很长时间了，他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对。听得懂不啦？听得懂不啦？听得懂。这毛病很长时间了。对的对的，是的是的。那师傅啊，他之前有检查过小脑萎缩，因为现在也是因为修了这个法门好了嘛，能看一下他脑子这一块还有没有问题啊？小脑萎缩之前是。等等啊。好，感恩师傅。小脑萎缩，灵性还在，还在是吧？在他脑子里。对对对对，小脑萎缩了，蛮厉害的。因为他念经后好了很多了，但是他之前好像也记性非常不好。忧郁症。师傅，他这个小脑萎缩这一块也是有灵性吗？灵性在脑子里。对不起啊，我在。师傅咳嗽了啊，没有关系。也是灵性。也是灵性，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针对他那个脑子小脑萎缩这一块，要21张不停的念。好，好的，好的，好吧。师傅，他有一段时间呢，他有一段时间比较懈怠。对对对对。他念念不念了。而且他一直不太听师傅的录音。对，师傅你讲讲他，他应该是听你的话的。他接不到气场啊。接不到师傅的气场。明白吗？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他那个念经质量如何啊？他最后这个同修，因为他家人也挺发心的。质量还可以，质量还可以是吧？他就是家里身上都有一个灵性。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能看一个亡人法师的一个妈妈，她叫魏清娇，魏国的魏，清水的清，娇气的娇，女字边旁一个巧，魏清娇，2016年往生的。走的也很突然。
吗？阿修罗。在阿修罗，当时六月份说在阿修罗。对，还在。现在还在阿修罗。嗯。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还可以上去吗？不知道，应该你再给他试试看吧，65张小房子，看看。65张，师傅，他突然死，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劫啊，劫没过呀、啊。哦，劫没过、啊。他的心里一直有恨的。有一个恨，心里一直有恨哦、嗯。所以我跟你们说，心里不要有恨，恨啊恨啊，恨到后来会突然之间死掉的。嗯。嗯，好的好的，明白好好好。好。好的，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好、嗯。师傅您保重身体。好，再见再见。好，师傅再见。嗯。喂，你好。Hello， 你好，卢俊宏台长，你好。你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卢俊宏台长。嗯。我想问1947年小猪的。属猪的是吧？嗯。啊，小猪的，属猪的。男的女的？1947年。男的。男的。嗯。男的。啊，看到了，想看他什么讲吧。啊，我的什么图腾？图腾们要看的身体还是命运还是前途啊，前途命运前途啊啊，你还做生意呢。嗯啊，是啊啊，做生意，但是最近非常不好。嗯啊，是啊，你最近、啊、怎么办？最近被人家堵塞了，这个运程被人家堵塞了。嗯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念姐姐咒啊！念哦，念姐姐咒啊！而且不许吃活的，不许吃活的海鲜。哦，没有没有吃，没有没有吃我的海鲜。每天要念，至少念108遍。最近姐姐咒。哎、啊、化解冤结。啊，好吗？化解冤结。嗯。哈哈哈哈。108遍。嗯、啊。还有，请问我图腾的颜色？属猪、Hello? 属猪的是吧？啊。嗯。偏白的。偏白呀、啊！哎呦。嗯、啊哈。穿白衬衫呀、啊。啊。你穿白衬衫不是、啊、穿白衬衫？听不懂啊。好好好，做生意、啊、做生意不要太着急。啊好，而且呢，你自己还有一个毛病，啊，啊自己要过去欠过人家一个情债，你要还的。啊、你现在要念姐姐咒、啊，而且你要自己要多念一些礼佛，每天念一遍至少。嗯。啊好。嗯。明白吗？嗯。你要当心啊！啊你的鼻子 啊, 啊，你的鼻子这里有灵性啊，鼻子。哦。啊。你鼻子以后会、啊、会经常会鼻炎不舒服，鼻子不通。啊、嗯。啊。啊。明白了吗？啊。嗯。啊，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多少张小房子啊？嗯。小房子你至少要念67章。啊，一波了 啊, 啊，好吧，啊，嗯，好、啊、好好好好，啊，前列腺当心、啊 okay、还有拜佛要诚心，你现在这个、啊、这个生意啊，有人竞争跟你搞啊，听不懂啊，啊，哦、啊，嗯，这样子。嗯，有他有来分红，这样就我给他了啊，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自己要、啊、所以你自己要多念姐姐咒，化解冤结啊，好好吧啊，好好好了，好了好好，嗯，好好，谢谢再见，好好好，嗯，再见谢谢。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喂喂，台长你好。你好，讲吧。哎、你好，哎。嗯。感恩台长，感恩非常感恩台长，今天很开心可以打通你的电话。嗯，请讲吧。台长，我问一下哦。嗯。喂。请讲。
因为你说的时候说，那么我想看一下我的婚姻，看一下好不好？啊，你的婚姻是吧？嗯。嗯。几几年的？你是几几年的？1973年属牛的。嗯。老公呢？几几年属什么的？还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啊，没有是吧？嗯，我看看啊，73年属牛的是吧？我没。现在呢是有一个是。哎呀，有一个。我跟你看，我跟你说的，我都看到了，还说没有。哎呀，你这种人婚姻一塌糊涂的，被他骗。你过去，你这婚姻总是被人家骗，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了。你知道？哎。那现在有一个他是有老婆的，但是他老婆叫我跟他，在一起生孩子，那好不好？你说呢？你说好不好啦？没有，他老婆叫我来跟他老公结婚。他老婆叫你做坏事，你就做了。哦。我看你真的脑子糊涂了，你是生孩子工具啊？他老婆问你借一借啊，你就借给他。我没有，台长，我也不想这样。你不想这样？什么叫但是啊？缺钱啊！就是我又觉得年纪大了，就是生个孩子就算了。就是、你想想看，你这孩子生出来之后，以后麻烦多多啊，有的麻烦啊！哦、你想想看，以后这孩子到底算谁的？他自己的老婆说啊，这孩子我的，到时候把你再抢过来。你到最后、自己老婆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哦、你脑子坏了。那健康测试好不好呢？不好，不可以做啊。你说可以不啦？这种事情还能做啊？我看你真的没脑子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像你这种人没脑子的。脑子都坏掉了。那以后我还有没有婚姻呢？你随缘吧，瘦的呢像排骨一样的，人们瘦成这样，还要整天的婚姻的。你看看你这种人，婚姻能吃得消不了？你告诉我。哦，那没有就算了，如果没有。我跟你说了，你老实一点了，你也尝尽了感情运的甜酸苦辣了，对不对啊？不要搞了，不要搞了，什么这种事情搞得好的？哎，你差点上当了。你要是替他生出来，他老婆最后肯定把你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以后他们一搬家，孩子抱走了，永远不，你就是等于白帮他生一个孩子啊。你开心啊？你怎么这样呢？这么愚痴的啦？没有，他说，但是我还没有答应他。他老婆就是跟我这样说，就是我跟他老婆就是挺好的朋友，就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老婆那些孩子都大了。他以后出去骂死你哟！抢我老公啊，这个女人呐、坏女人呐、疯女人呐！你跟他老婆讲话有没有证据啦？到时候他又说不是我。他是他自己去勾引我老公的，你这讲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知道。脑子都没有的，真的。到时候他老婆他妈发起疯来把你臭打一顿，再把你孩子打了掉了，神经病啊你啊，真的脑子绝对坏掉。你好好的多念点心经好吧。好好念念点心经啊。那昆明还没啊，就是没有，去年过了，文年有没有？有啊，有是有的，不是太好的，都是有麻烦的。哦，都是有麻烦的。啊，麻烦多多啊，你怎么办？你现在想想，你又不是谈过他一个，啊。知道。你过去谈了好不啦？不好呀。过去谈了两个都不行了。跟你说呀，像你这种人。要貌没有相貌的，你说这，你就是有相貌的女人，很多男人也是跟你不是真的，听得懂吗？自己想一想啊，你有什么实力去跟人家谈恋爱啊？什么什么？你自己苦得来这个样？没有，每个女人都是想有一个婚姻，就是有自己的家庭。这个就是他们掉入陷阱的一个原因。
就是打了也不好啊，就是打上去也是没那么好的。这个世界我告诉你没什么好不好，还债。听得懂吗？就是去年了，就是过了门年了，也没，就是也没那么好，是吗？你看看你现在已经老成这样了，找啊找啊找，那人家玩玩你的，你怎么这么不生智慧的？你一个人如果能生活，你为什么要找人了？而且你自己已经吃了，吃够了这个婚姻的苦头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搞啊？我没有，我就想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没有，就是女人也是想有一个美好的婚姻，但是有些事情也就是勉强不来，就是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家庭就是挺开心的，在我生活当中，但是没有也是没办法。挺开心的，你前面两个谈了开心不啦？也是。我也不是很开心。好啦，知道吗？好啦，找得到开心的，你找得到开心的，开玩笑。就是我找不到开心的哦。好啦。没有没有，还想我再问一下，我再问一个小孩，想吗？你帮我看一下哈、哦，他是2001年，就是属土的，土。属老鼠。不是老鼠，兔，属兔的。哦，属兔子，2001年男的女的，女的小孩的的，你想看什么讲吧。他是一个脑子有肿瘤，就是正在做广州做手术了，看看，但是割不掉，还是还有在里面。对，不是拿不掉，因为它靠近脑神经太近了，血管呢。对呀、啊。对呀、啊，它太近了。已经靠得太近了，它不能拿，一拿的话，它怕它大出血，人就要死的。那现在怎么办呢？那还好没有救了。很难呢，救嘛，现在活还能活一段时间，就是要叫他要许大愿的。好吧。还要活一段时间。许大愿听不懂啊？听不懂，许大愿还有呢。放生。我放生。还有念经。嗯。念小房子。我念小房子。明白了吗？明白。那他就是到了，就是还有救的哦。但是他们老师那里动不了，也是很麻烦。对啦。现在也搞不了。求求菩萨保佑啦。好吧，那是北京也不行，这很麻烦。好了好了，看一下，不能再跟你讲了。好的，谢谢台长。谢谢，非常感谢。好好念经啊。知道知道，只有求菩萨还能有希望，不求菩萨什么都没希望了。对啊，我现在每天都是在做那个功课，就是在2.5个半钟头的功课。好的。然后我也是在念那小房子。好，也是在念那个心经。还是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呢，真是体会的太辛苦了。就是我想佛山被您家给我好一些的姻缘。好的，好的。谢谢台长，谢谢佛山，谢谢好朋友们。人真的很可怜，自己要找枷锁往脖子上套。喂，你好。喂，陆台长，你好。你好，能帮我看一下图腾吗？可以啊，讲吧。1988年4月18。1988年4月18。4月18。啊，没关系，属什么的？告诉我。大龙的。1988年，好了，你说吧，想看哪里？看我身上有多少业障？我看看啊，好吧，33。需要念33张小房子吗？哎呀，不止啊，33张，那是33，那是你的业障比例啊，明白吗？小房子有的念了，你要念很多。你过去年轻的时候也吃了很多活的东西，对。还有，你这个人呢，就是自己感情上有波折，感情上。
还有就是自己要当心肠胃啊，肠胃不好。嗯。还有啊，你自己腰啊受过伤啊，嗯。腰啊。嗯。那个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你现在只能二十一张二十一张一波波这么念吧，大概我以大概你一共要念九波，九波是吧？嗯，需要有啊，行，那个什么，我之前念过一段时间了，念的不是太多数量。对，你呢？我一般你这个人老啊，就是经常受人家这个嫉妒啊。而且你讲话太直得罪人呐、明白吗？嗯，所以你有时候啊、做的事情啊就是傻傻的，经常被人家欺负啊，明白吗？用现在话讲就是被人家骗了，明白吗？嗯嗯啊，所以你自己以后要多念心经增长智慧，多念大悲咒啊，多念大悲咒啊，增加一些力量啊，不要整天再浪费时间了，我看你生命当中功德不够啊，功德明白吗？好了，那个我的功课的话应该怎么做？大悲咒念十七遍，心经念二十一遍，礼佛念一遍到三遍，一遍到三遍是吧？啊，然后还要念一个消灾吉祥神咒。你要特别当心，一定要消灾。明白了吗？消灾吉祥神咒我念几遍？消灾你念四十九遍，很短的。四十九遍是吧？好吧。能帮我看一下感情吗？我看一下啊。啊，你过去有过感情了，现在不是太顺了，现在这个时期不顺，你自己感情问题啊，你要好好处理啊，你太直啊，我刚刚就讲你啊，容易得罪人啊，你听得懂吗？所以你现在结婚了吗？没有呢。没有的话你找朋友的话你不要太直好不啦，人家给你介绍的话你不要什么话都哇啦哇啦往外推呀、稍微有点修养，明白了吗？你应该会找到一个不戴眼镜的瘦瘦的，不戴眼镜的瘦瘦的年纪呢稍微有一点点偏大比我要大一些是吧？不一定，反正我看上去他好像有一点点老，就像你的姐姐啊这种之类的，就是什么有点像你的姐姐之类的人，是吧？但是会妈会照顾人的，不大讲话的，好吗？我的事业怎么样？过去蛮好的，过去蛮好的，你能做点事情的，你这个人冲劲，冲劲蛮有的，但是就是没有智慧呀、你这个，单单做生意凭冲劲不行的，而且你跟人家合作呢，人家也对你不错，你也对人家不错，但是时间长不了，听得懂了吗？你现在继续好好的念心经增长点智慧，然后求求菩萨保佑保佑，我觉得你的我觉得你的事业运还是有的，好吧。那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怎么样？累一点，比较累，跟自己的体力有关系的，所以你要对的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身体嘛。你看一看，你到明年的大概三月份吧，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有人来跟你说，哎，我干什么工作，你要看看你能不能跳槽，好吧？明年三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机会吧。三月份是吧？
好吧。嗯嗯嗯，好的好的好的，台长。好了。好，谢谢。那个什么，我准备参加那个印尼的法会呢。好。3月8号，那个正在看看飞机票呢。好。然后那个我家里人没有设佛台，你看我家能设佛台吧？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设在你的这个客厅的右面呢？嗯。客厅的右边现在有的有财神和关公。啊、哦，你看见吧？怪不得呢，我看见。嗯，你关公和财神，你把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再放上去不就得了吗？他这个位置怎么来放呢？你拍照片过来，拍到我们秘书处，我会给你改的。行，你看我佛台，我现在这个佛台的话，这个距离蛮好啊，可以的是吧？现在佛台嘛，就是因为我看到那地方光亮呀。所以我才叫你把他菩萨放在那里呀、啊，说明财神菩萨和观地菩萨都来照顾过你、啊，明白了吗？哦。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嘴巴嘛不是太好，但是你不害人的，你不害人的。啊。你这个人嘴巴不是太好，但是不害人，明白吗？嗯嗯嗯。好了。嗯嗯。好了好了。嗯。嗯，行，好的，谢谢卢台长，谢谢卢台长。我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什么婚姻啊？婚姻啊，我看看啊。啊，我父母挺着急的，一直在催。嗯。你慢慢的在公修会里边有个女的跟你蛮好的，以后。哦。公修会有个女的，你看一看。公修会是吧？啊、哦。瘦瘦的，是一个瘦的，嗯。哦，好吧，好好好，那个我这个放生的话怎么来放？放生我不知道，你要问公修会，因为每个地方、每个国家它的规矩都不一样的，好吧？哦，我今天一早刚放生完，放生了60条鱼，啊，那太好了，四条甲鱼，太好了。然后，嗯，我刚念完21遍大悲咒，电话就打通了。啊，太好了，你好好。我已经打了20多分钟了。啊，你是自己经常要开智慧。多学心，多学心经、嗯、啊！好了，嗯嗯嗯，好，再见、嗯、再见。好的，谢谢卢台长，感恩卢台长啊，再见，感恩感恩，嗯。喂，你好。喂。喂。你好。你好吗？啊。师傅。嗯。不好意思，师傅。请师傅看一下。你稍等一下。请师傅看一下那个一位同修，他是，稍等啊，不好意思。同修是1980年属猴的女的。想看什么？他是这样子的，师傅，他那个先生有外遇，然后。嗯。他的婆家公然就把这个女人带回家逼她离婚，但是他有2个孩子，一个孩子有重症，医疗费昂贵，如果离婚的话，他这个重症的女儿就没有钱医治了。但是他婆家那边认识一个算命的风水师，会倒数，就是他们家就全部认为这个同修有问题，是不祥之人。他现在压力很大，他请师傅看一下他的婚姻。1980年属猴的。哦，他身上有灵性，嗯。他自己是吧？对呀、啊，这个头发一披一披的，披在那里的，嗯。哦。嗯，我看这个女的，这个死鬼啊，这是一个死鬼，是一个不当心被交通事故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突发事件死掉的。嗯，哦，你问问他家里有没有这种过世的亲人就可以了。好的，我只知道这个同修的父母都没有了，都不在了，已经。嗯，不在了。这个要多少小房子啊，师傅？不在，你看看是不是车祸死的？哦，好的，我问一下。好吧。嗯。小房子要83张。83，好。好的，师傅，那他这个婚姻情况怎么样？他老公是1981年属鸡的，他是80年属猴的。嗯，不好呀。嗯，现在非常不好。是的。
现在主要是家里人在出手搞啊。对的，就是她婆家在出手搞她。真的是婆家，其实她老公对她也不是这么绝情。她现在已经搞不定她老公了。她要是早点搞得定她老公，就跟她老公远走高飞啊，不要去理她妈妈呀。但是她、但是她老公又如此的这个懦弱，真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没有办法。真的是。真的是，师傅看得清清楚楚的，明白吗？明白。那师傅他能，他这个还能挽回吗？他念什么经可以挽回吗？这个事情。试试看吧，不一定。拖，最好的方法拖，拖到后来那个女的就没了。要拖，很多的缘分恶缘来了只能靠拖，一边念经一边拖，很多事情太快了，这事情就成了，坏事就成功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明白了。师傅，那个如果说他这个婚姻很渺茫，他想请问就是那个他能不能就是找到一个在家附近又能够治疗给小孩子就是赚那个看病的钱的工作，又可以照顾小孩的工作。求菩萨会给他的。好的，好的，求菩萨会给他的。好吗？好的，师傅。再看一个1968年属猴的男的。我讲一句话，你不要介意。这个女的的胎盘有点问题，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啊，就生这个孩子有点问题的孩子的时候，这女的卵巢都是不好的。我只能讲这一点，也就是说她在婚前啊有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明白吗？明白。所以这就是业报，业报是是果报。好的。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只能让他多忏悔啊。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做不如理不如法事情的啊。明白了。明白了吗？感恩师傅。师傅，请再看一个1968年属猴的男的，他那个他腰一直不舒服，是有什么灵性吗？有啊，闪灵啊，很多啊，猴子啊，还有鱼啊虾呀、都有堆在那里呢。他是我叔叔，他以前是在荤菜的店里面做厨师的。怪不得，怪不得了，你看了吧，现在看到了吧。他不但腰了，他我告诉你啊，他这个痔疮啊以后都会掉下来啊。他以前就得过痔疮了，开过刀了已经。看见了吧，跟你说。他还没好、还会掉下来。那这个怎么办啊？就是身上业障啊，叫他好好念往生咒呀。好的，师傅。好吗？好的。师傅，他声纹成功没有啊？叫王来东。王来东。来去的来。王来。对，东边的东。王来东。声纹成功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今天早上梦到师傅就打通了，感恩师傅。再见啊，师傅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